大概5、6年前，即係參加香港小姐嗰年，嗰年咧我哋就要遠赴去到一個神秘嘅國家，亦即係印度嗰度咧拍攝外景喎。當時咧同我同房嘅咧就係莊思明 Lisa， 咁啊住嘅時候咧就發生咗一連串咧好奇怪嘅事件啦嚇。我同阿 Lisa 都係敷住個面膜就瞓覺嘅。咁啊，一敷又瞓著咗，到第二日啦，點知我哋兩個人個面膜咧都好整齊咁喺隔離嗰張台鋪喺度咁樣擺咗喺度，都覺得好奇怪。到第二日我要起身去化妝先嘅，咁代表咧我已經出咗門口啦，咁啊剩翻 Lisa 一個喺房嗰度。到 Lisa 起身要出門口嘅時候，佢行到門口準備開門之際，就發現點解嗰個 safety lock 係會上咗鎖嘅咧？呢啲就係我一連串喺印度發生嘅奇異事件啦。喂，哎，哎，你睇边啊？点解仲未嚟噶？我哋转咗场啦，你过唔过嚟啊？转咗场又唔同我讲，我唔过嚟啦，我喺度练啦。哦，咁系咁啦。哦。